我们宝贝就等着您给我们做好吃的呢。您今天看了主菜跟这个藕有关系是吧？对，今天做一个西湖藕饼。西湖藕饼，对对对对，我们在青岛跟西湖有啥关系？因为这道菜呢是在西湖边上嘛，是对经常见的一道菜。那么今天拿到咱们演播室来呢，也是咱们青岛的观众也品尝一下。对，我们虽然去不了西湖，对不 对？西湖美景，三月天美啊，让我们想起了白娘子跟许仙。这道菜不会跟他们有关系吧？那个没什么关系。好，没什么关系啊。哎，今天呢，我们在青岛呢，依然可以品尝到我们来自于杭州西湖的西湖藕饼，是吧，杜厨？对。这说到藕就有学问了啊。我们观众在家平常做不做藕，爷爷？做的基本少一点，但是不清楚它这个藕的分的种类。我看杜厨今天给我们准备的两个不太一样哈，这个藕。对，那么今天这两种藕呢，这个就是脆的藕，就是白藕，也叫九孔藕。九孔藕。这个藕呢，它含水分比较大，淀粉比较少，它就适合拌，生吃也可以。拌生吃。也凉拌了、炝拌了，用这个藕比较合适。明白。那这个藕呢，就咱们说粉藕，粉藕，它就是有那个淀粉比较多，糯一些，是吧？吃到口里边有种糯的感觉。那么适合呢做什么藕盒啦、藕饼啦，这个藕比较合适的。好，这是我们这个最基本的怎么来挑选也口感不同的藕，对吧？那么今天做这个藕饼呢，咱就用这个粉藕，糯的，对，粉藕一定要记住。咱们先把它改刀，先改刀，对。今儿我们来做藕饼，所以说呢就要选择口感比较软糯一些的这种糯藕，而不能用这个脆的了。对，脆的就不太好了。哎，改刀来切成片就可以了。改刀以后不能切成丁。啊，切成丁。切成片。啊，先切成丁。先切片。先切片。这个丁不要太大，就跟那个筷子那个粗细差不多可以。因为咱们下边要煎嘛。啊，煎。如果你太大以后，是它一个煎不熟，第二呢它不会煎，它会分离。会分离。哎，爷爷在家一般这个藕会怎么来做？一般的买了藕来家，咱们就是像吃个藕盒，煎个藕盒。或者是它用它炖个排骨。啊，炖一下也挺好的，是吧？或者是，凉拌一下。凉拌一下。哎呦，爷爷做的这个会的还挺多的。但是咱们就知道这种分不清。还有面糊，还有脆油，是吧？今天来了可长知识了，学到了，是吧？你看咱回家完全和抓阄似的，咱买回来是个啥就是个啥，可以到市场去认识认识，什么面糊，什么是脆油对。就是你想做什么菜，我今天要做藕饼，我今天还要做炖排骨，你到市场去选什么的藕，对吧？但这个藕咱就切完了，然后再用五花肉，五花肉，哎呦，今天还要用到肉，对，要用到肉，因为这个五花肉一定要是中五花，中五花，你看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五层，五层的那种的，对，这个肉呢，它的吃也比较香，是。瘦肥肥瘦相间的非常好，也是切成丁，也切成丁，对，也不要太大，对，太大以后的，因为这煎的不用煎熟的，不容易熟，为了好成熟呢，今天杜厨特意把我们食材都处理成那种小丁，对，如果说在家里切肉，你想切的就是鲜肉，不好切，这怎么办？就说呢，你放冰箱冰冻一下，再切就好切了。是，没您这么好的刀工，没关系，放在冰箱里面冻一下啊，冻完之后用微波炉稍微的一打，是吧？对，然后再开始切就非常好切了。如果它缺是你冻了也不能切，那就怎么弄？就得入馅儿。啊，干脆买点肉馅儿，加上油沫，也可以，是吧？也可以。肉馅儿和这茄子丁口感都一样吗？不一样，肯定不一样。因为肉馅吃的它有那种反的感觉，肉反的感觉。但这个就很好，对这个肉东西它比较紧实一点。所以说建议大家能动手就不要去买那个肉馅儿了。这个宝贝厨房这个节目不错，他有时候在家来到一定时间，他就爷爷快看宝贝厨房吧，是吧？他有时候也跟着看，因为他想吃好吃的。他看以后你看会了，看会了，赶紧给我做呀，对吧？咱们这个切好以后呢，咱们得增加点营养，丰富它，再加点芹菜，来点芹菜，对，芹菜就行嘛。杜厨，咱这个我看您刚才切的藕丁跟肉丁，它比例大概是怎么来编配的？3:2，三比二，对，三分藕，两分肉，对，3:2的比例。芹菜不要太多，都给它切成小丁。对，这个切成末就末啊，细一点。然后再来一个香菇，来点香菇，因为这个菜里面加点香菇吧，它就说有那个香菇的香味儿，香味儿菌类的，对，这个它味道就更浓一点。是，而且这个香菇的口感也是非常的这个像肉似的哈，对，厚实。
加点姜末啊，姜末哎去去腥。做饼的时候，还是做茄盒的时候也好，做那个藕盒也好，尽量做做葱姜加一点，是还有葱香味儿，而且它也很吸这两个味道，对，特别好。现在做好了，搅一下，搅一下，把它拌匀，拌匀，拌匀以后呢，调味儿，调味儿，哎呦，关键来了，对对，加点盐，加的还不少哎。因为这个菜呢，咱们还有加面粉啊，所以呢，它以后量比较大，是盐稍微多一点，盐稍微多一点，要加点糖提鲜，糖，对，糖提鲜，加点料酒，料酒，这还需要加料酒，对，料酒也是去腥嘛，都去腥，来点香油，香油增增香，对，好，现在咱们把它拌匀它，拌匀就可以了，拌匀入味，好，哎，这时候加个鸡蛋。这个是不可以加酱油的，是吧？酱油尽量不要加酱油，因为就不好。你本身碱，如果加酱油的话，你就黑发黑的就发黑了，对对对，是。后来就煎炒，煎的东西如果加酱油的话，是有苦味，对，就是苦味的。是，哎呦，这个鸡蛋啊，这个全蛋，全蛋，对，我呢就是给它演变了一下，你加什么？加点玉米粉，玉米粉，对对，是。这样呢，就说增加点粗粮，对，小孩呢他也能吃进去。这个是在，就是我西湖五饼里面是没有的，没有的啊。我们给他创创新，对对对对，没关系，我们加点面粉。今儿我们改成青岛藕饼。你看这个小朋友啊，平常在家给他吃这种粗粮，他平时不爱吃，他嫌太拉嘴，对吧？对。但是给他加在这里面，哎呦，这个颜色还很棒，而且很有营养，金黄色还香，对。看着想吃了，他肯定是想吃看着都很想吃。但锅烧热以后呢，加点油。对，一定得记住是热锅凉油，不要太多。不需要太多油。对，他只要把这个锅弄滑了就可以。油温烧热程度以后就可以。咱们烧热了之后就关成小火了。对，一定要关小火。一定要关小火。先呢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这个咱们煎的时候，这个必须要慢火，要火大以后，它外面熟了，里面还是这个生的。对对，咱们给它一个球，你就把它放，轻轻的放到锅里边，不要管它。不要管它。对对对对，咱们再来第二个。这是藕球啊，现在。对，你现在。一会成藕饼了吗？一会就成藕饼了。对对对，因为他煎这个的时候啊，就是一定，因为他不是切成丁嘛，是。因为煎不好的话，他就煎散了就。明白。一定要叫它先凝固。先凝固住。对对对对。好。爷爷这个看会了吗？可以。可以哈。很简单吧？这个现在应该都记住了。说你就是记住这个要点。第一呢，就是切不要太大。就是跟筷子那么大小那么粗。筷子就可以。然后呢，加个鸡蛋。加个面粉，然后呢，那个把它拌匀就可以，再注意，再一个注意那个油温的火候了，一定要一开始小火，小火油，对，放小火，油不要太多，因为它因为这个油呢，它这个油呢，它只会越煎越多，是，它不会越煎越少，那为什么它会越煎越多呢？出油。对对，它里边有油脂嘛，对，还有花肉嘛，煮花肉嘛，对，所以呢，你不要怕它，油不够了哈。好了，这个时间呢，轻轻的压，用这个小勺蘸点油，轻轻的把它压。对对对，这不成藕饼了。藕饼了。对对对，哎呦，对。一开始我们还以为这成藕球，其实不是这样的，先是为了先凝固好。对对对，用把它压一压。对对对对，它不粘勺嘛，不粘勺。你看，都是一些小窍门，其实。是。你看，足不出户，大家看电视就学会了。很多这个是这个吃的技巧在里边。对。看似这很简单。是啊。其实里面隐藏了很多的小技巧。对。这呢，盖着锅盖，不要管它。不要管它。盖锅还是小火。三分钟。三分钟。三分钟。连焖带煎，三分钟就 OK 了。好，三分之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美味。就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。咱们再翻个身。翻个身，对，再煎第二面，再来第二面。你看，哎呦，金黄色的啊！我这个藕饼一般没到做口，我这考虑用淀粉可以吗？淀粉不行吗？对吧，主厨？用淀粉吧，不是不行，一般来说你尽量不用淀粉，做出的口感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什么是吧？不用淀粉呢？因为这个什么，这个面粉里边含有淀粉，含有了，对，藕里边含有淀粉。如果你再加淀粉的话，它煎出来它就比较有干巴巴的感觉，干的，是这个口感不好，对，口感不好。这样咱们再煎第二面，然后还得盖着锅，继续，对，继续煎三分钟。
好了，这个反正面各煎三分钟是吧？杜叔，现在可以出锅了。现在不行啊，现在还不行。现在就是开着锅煎。锅盆呢？为什么要盖着锅盖呢？因为它里边肉是生肉。是。然后慢慢的把它就是焖一焖，焖一焖，焖一焖。那么这个时间咱们用大火，第一逼油，第二是它更脆。逼油，您的意思说这里面的油还能把它逼出来？对，煎到这个火候呢，一定要火要大火啊！现在就可以了，两面金黄要大火了。对，大火以后油管会越来越多，油会越来越多。是，里面有五花肉。对，这就是逼油的小窍门。小窍门，用大火给它逼出来。对对对对，你看平常我们特别是宝贝做饭，就特别讲究这个低油哦，是吧？健康一些，逼出去。现在油呢就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是。对，本来还怕油不够哈，越煎越少，其实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好了，关火，咱们来个西红柿吧，垫个底儿。对对对，你看杜厨做菜不光非常美味，而且还很漂亮。垫着垫着，码个底。对，码个底儿。第一呢，这个西红柿可以吃，接着它增加它营养。第二呢，它也好看，好看。是，对对，多好。第三呢，它可以解一点油腻。让它看出这个菜的造型来。对，其实我们平常在这个饭店里面吃的，觉得人家菜特别好，特别高大上。其实很大一部分就人家这个配菜很重要啊，垫底儿，给你搭配一下，搭配起来都很棒。所以说，这个家里面来客人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在家里面做出像饭店这种高大上的菜。这西红柿还是钢丽球呢？哎，对对对，对，还比较高档的柿子。在青岛地区，西红柿、钢丽球是品质比较高的，对吧？都比较喜欢吃，都喜欢吃。对，你看看，特别是经过这个西红柿的点缀，更像这个家人在我们西湖上泛舟的感觉哈，特别特别的棒。来吧，一起来品尝一下。这样，我们这道只能在西湖边上才能吃到的西湖藕饼就做好了。制作西湖藕饼的主要食材有粉藕、五花肉、芹菜、西红柿、鸡蛋、蘑菇、玉米粉和面粉。第一步，将莲藕丁、五花肉丁、蘑菇丁、芹菜末和葱姜末一同搅匀后，依次放入盐、糖、料酒、香油、鸡蛋、玉米面和面粉搅匀。第二步，热锅凉油，将藕馅团团放入锅中稍作煎制，用勺子将藕团压制成饼，盖盖煎制三分钟后翻面，继续煎制三分钟，出锅即可。这样，我们这道只能在西湖边上吃到的西湖藕饼就做好了，快去试试吧！来尝尝这个，来尝尝吧。西湖藕饼听上去就非常的美，不知道吃起来口感怎么样？尝一尝。好吃吗？好吃啊。特别棒，好吃吧？里面还有肉，有肉，又嫩，又糯，又糯，对，主要是今天您选这藕特别棒，糯中还有一点脆脆的感觉，而且外面很酥，最重要的是里面还加了别的蔬菜，还有营养，是不是爷爷？怎么样，爷爷？这个藕选对了以后，这吃起来口感特别好，对，还有香菇的味道，对，选错之后的话就很糟糕了，对吧？全部都选脆的就不行了，对，而且这个菜呢，它很漂亮，对不对？而且这里面我们杜厨今天特别给我们改良了一下，里面加的这个玉米面啊，粗粮啊，对身体健康非常好。还不油腻。是，您刚才给我把油给我逼出去了都。对，一点不油腻。一点不油腻。我们宝贝厨房呢，不光是给我们宝贝做出健康的美味，还要照顾我们家里面大人们都能够这个适合大家来吃。所以说，爷爷今天来做客我们宝贝厨房，您学会了吗？学会了，学会了。好，所以说今天你呢，不管你是否会做饭，只要每天关注我们的宝贝厨房，一定你也是一个非常棒的好厨子了。好了，我们一会儿继续美味送上。